情报，财神爷手里捧着一盘金元宝，财神到今年就会有个大丰收，生意兴隆，财源滚滚，鸿运当头，家家富足，人人安乐，一本万利，招财进。人人乐，处处好。招财进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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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招财进宝。财神爷手里捧着一盘金元宝。生意兴隆，财源滚滚，鸿运当头，家家富足，人人安乐，一本万利，招财进。